等，然后还要加点洗洁精，然后把里面的油渍呀、衣服边那种油渍呀、污渍呀，给它清洗干净。出来，然后就。像这种一台你们多少钱啊？这一种啊，这一种22万。22万。我们外面的售价。这是市场价哦。外面的售价。哦。但给你同行价，你到时候问我再跟你说嘛。嗯。因为给你们的是应该是同行价，这是我们卖给他们。好像时间有点长了，我就这样吧，好。